他在看我们呢，他知道我们在拍呀，他要上镜头啊。他在等啊，他如果突然冲过来，你看会多可怕。他如果以20公里的速度过来的时候，我们是要拍，还是要跑？我们赶快站在胖达后面。对，跑赢一个就好了。你看他这样往前冲，那两个手当一个都逃不掉。但是他现在眼神在看我们这边，他在看胖达。他喜欢吃油花比较多一点。现在的每一个人呢，都排队，对不对？因为他们在拍照，通常他们拍照都是跟他距离大概一两公尺，然后假装摸，然后他去取那个镜头位置。那你照片就会看到，好像有摸到。哦，我也没有听错。 你要坐在他的尾巴上吗？所以我们注意力都放在这边，搞不好等一下后面突然就来了，是没有？没关系，那个老板娘在后面。哦，一上来就看到两只，人品很好，这是应该是老大吧？他如果突然转头呢？没有没有没有，美女，他很聪明，他知道这些 ranger。 不是好人啊，他打不过。啊，巴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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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这个岛上还有什么？有很多那个鹿啊，有很多猴子、蛇、牛、鹿、猴子很多。猴子还吃不到，哎，猴子这么灵活哎。坐着，坐着，对。那个当地的向导在帮我们拍照，又用个错位的方式，然后假装好像我在他旁边，然后再抚摸他。下一位。OK，OK，OK，没办法，一定要摸他，他一定要你摸。很坚持的一个摄影师，对对对，他没有拍到他想要的，他心里那关过不去。对啊。OK。哎，在那边假装摸摸摸，会不会像神经病一样？阿邦阿伯啊，野外抓的，这算是有捉到龙的，抓到家就抓家，就得是，还那可疑的，你手机那个可疑，很像啊，而且很大只啊，就可疑的哦，就比我想象的大，难怪他一个月才吃一次，他动了，他动了，他要走起来，他想要走了吗？哦，我开始走，哇，他动起来了，他动起来了，哇，他动起来也好也好，拍照拍照拍照。快快快，坐着坐着坐着，还是还是他还是可以坚持要拍。过了过了，哇！他叫我们跟着他，不要开玩笑好不好？这个好屌，这个画面好。碰打你去他旁边好不好？他动起来很像庞然大物，你看他那个大腿的肌肉好粗哦，很粗哎，很结实哎，而且你看他在前面，他也不太怕呢。他真的不怕，而且他没有，他手上没有给吸耶，他那一只双三叉戟没有拿呢。我是摔跤选手，这感觉好像是他的宠物。你说他肌肉像摔跤选手的，我也骨也开啊，都胖了。今天都胖了，他的背影跟胖达好像啊，太结实，很像。他的大腿跟胖达的小腿一模一样。不要太靠近了，而且他。他为什么不走到里面？这一走道是我们要走的。他要去哪里呀？他是收工了。他知道我们团体照拍完，他就要走了。哦。你现在怎么拿给他？你在开玩笑？你要穿越他？我不敢。你穿，我会怕。哎，他停了。怎么现在他就累了？他停了，他不动。他要动了。又走了。你们在走我前面吗？拜托你们。啊，他手机放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啊？让他走过他，哇，他很会，哇，他很会拍，前一点 ，TV is better， 那就可以知道他是高莱姆的，好强，哇，他吐舌头，他吐舌头，哦，真的像恐龙吗？啊，舌头好长哦，哇，你很会拍耶 ，Good job，Good job，Good job，Oh my God。哎，他嚣张，看看他嚣张的脸，like in that，嚣张的脸，我叫我叫我，还不错，哇，他好厉害，你快点，OK，finish。